哇！隻船都幾快喎，大概十分鐘到咧就嚟到呢個聲稱係全亞洲區最大嘅河邊夜市啦。咁樣，咁呢個後邊咧呢一條路啊，據稱咧亦都係暫時全泰國最長嘅河邊大道咁啊。咁每日咧黃昏時分咧都好多遊客喺度影相啊、行街咁樣。咁注意，所謂嘅遊客唔一定係外國遊客，本地嘅遊客、本地泰國人都中意嚟呢度嘅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船程表啦，話俾你聽，每日啊5:00到呢個10:30咧，喺十盼特線嗰個 BTS 站咧，就專船免費送啲遊客嚟呢度。於是乎咧，你要嚟呢度咧搭船就得啦，唔好搭的士喎，因為如果搭的士咧會塞車，搭船就唔會塞船啦。而夜市之上咧，就更加有部咁嘅電車，就免費咧就送啲遊客咧由呢邊行到嗰邊。咁雖然路程就好短，咁但係勝在免費，都幾有風味啊都嚇。整個夜市咧以懷舊作為主題咧，所以剛才嘅電車咧都有少少懷舊風情。咁甚至乎街上面見到依啲凳咧都好古舊啊。咁至於賣嘢嘅夜市咧，咁基本上都以貨倉嚟命名，一啲懷舊古舊嘅貨倉，但其實新起嘅。咁每個貨倉維持一區，呢度總共咧有大概10區。咁呢度咧就係第一區啦。嗱，入到貨倉裏邊咧，大家見到啦，地方寬敞兼且有瓦遮頭，於是乎落雨都唔需要擔心啦。第一區裏面你見到部分嘅鋪頭係咪好似熟口熟面咁咧？冇錯，就係當年某個夜市裏面嘅鋪頭咧結咗業之後咧就搬咗嚟呢度喎。咁於是乎咧，呢一區主要都係賣一啲家品啊、屋企嘅擺設啊，同埋一啲藝術品咁樣。第一區即係第一個倉裏面咧，我最欣賞嘅鋪頭就係呢一個啊，在路邊的咖啡店。咁飲嘅咧就係一啲珍珠奶茶，仲要係少甜喎。跟住咧，依個歐陸式嘅一個設計咧，我感覺幾好，清風送爽。雖然有雲夕陽，無限好指示近黃昏，但係行呢個夜市咧，最好最好就係依個黃昏時分。誒，是而家差唔多7:00，大家見到啦，個天咧藍色一片啦，好靚好靚，河邊也靚，喺呢個位置都靚，喺度望埋佢咧，簡直咧唔單止似一個夜市，似一個嘉年華會啊！嗱，呢度咧就係第二區，亦即係第二個倉啦。咁裏邊所賣嘅咧，亦都係一啲嘅時裝啊、家品啊各方面咁啦，都幾垃圾嘅。咁唔講你唔知喎，原來咧呢度每一個倉1、2、3、4先算啦，每個倉裏邊大概有300間嘅鋪頭喎。喺呢個第四區，即係第四個倉裏面咧，咁有兩樣咧係好獨家嘅。咁第一樣就係後面呢個 fish spa， 即係咬你腳趾嗰啲嘅魚仔啦。咁但係後面咧，亦都有一個做按摩啊、整手指甲嘅地方。咁與此同時，今年8月咧，呢度樓上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人妖歌舞團表演啊咁。嗱，呢度咧就係第四區，亦即係第四個倉啦。咁喺呢度裏邊咧，咁有唔少依啲賣 SPA 產品嘅鋪頭。咁呢間較為特別，點解？因為呢啲小動物，呢啲小動物其實咧就我哋即係磨砂啊、抹身啊、擦身啊咁樣都舒服嘅，價錢180匹啫。咁與此同時咧，呢度出年嘅年底就會有大型嘅布偶公仔劇喺呢度上演啦，就喺呢度樓上啫。嗱，而家呢一個咧就係第5個倉，亦都係最細嘅一個倉，咁亦都係最新嘅一個倉。新嘅倉咩意思咧？有新有舊嘅，有啊。其實呢一個夜市咧，之前曾經開過，但嗰時只係開咗4個倉啫，咁所佔嘅地方咧就唔係太多。咁於是乎有人話：，誒行完一陣就行曬，冇咩好行咁。但係咧，今時今日咧就已經差唔多全部開曬，剩餘嘅剛才講過就係啲人妖表演嘅地方啦，同埋扯線公仔嘅地方未開啦。咁可以話開咗近90%啦。咁於是乎今時今日再嚟嘅話咧，咁基本上都可以消磨成晚時間。當然，如果你唔中意啲草根，唔中意地道嘅嘢，又或者中意一啲高級品味名牌嘅，呢度就未必真係啱你啦。嗱，咁講翻後邊呢個第5號倉咧，其實主要係賣一啲 fashion 時裝嘅，當中就女裝居多。
哇！豪華噴水池之前嘅就係呢一個六號倉，六號倉第六區主要食嘢為主，亦即係差唔多一個 food court， 裏邊都幾多嘢食嘅噃。嗱，對於一般香港人嚟講，嚟到泰國必定要食嘅就係海南雞飯啦。咁喺呢個食物市場裏邊咧，都有一檔專係賣海南雞飯，就喺後邊呢一檔啦。咁我所食嘅海南雞飯標榜咧就係 more than just chicken rice。點為之 more than just chicken rice 咧？點樣係多過雞飯呢？原來多過雞飯嘅意思就係一個套餐啊！嗱，99元一套餐，包括一個泰式嘅清茶啦。跟住有菜啦，有呢個生果啦、湯啊咁樣，咁作為只一個套餐 ，more than just a chicken rice 啦。咁價錢咧就係99元嘅咁，咁好唔好食咧，真係見仁見智啊。嗱，好老實講，譬如如果人多嘅話咧，一人多嘅時候咧，啲廚房翻唔嚟咧啲嘢，咁咧個手勢咧就可能咧就會影響到。咁但係如果平時咧唔太多人嘅話咧，咁都 OK 嘅。食完飯之後咧，我又嚟到第七區啦。第七區第七號倉咧，裏邊亦都係賣 fashion 為主，但係呢度所賣嘅衫咧就較為潮同 in 啊。各位觀眾，全泰國最大嘅摩天輪即將喺呢度出現，有幾大呢？哇，有成60米咁高，30層樓高喎。咦，又話即將都唔見嘅，即將啊嘛。喺7月就會興建，估計喺9月之前咧就會出現啦。咁下次嚟到呢度咧，有一個幸福摩天輪咧就會喺呢度出現俾大家睇啦。其實呢個河邊夜市咧，咁有人形容咧就似三藩市嘅漁人碼頭啊。咁三藩市我未去過，咁但係漁人碼頭嗰度有條路咧，我睇電影睇過嘅，都確實幾似呢度。兼且咧呢度隔離仲有海鮮食添，就係呢度啊。環境似乎都相當優雅，入去打攪下先。嗱，同泰國其他食海鮮嘅地方唔同咧，呢度真真正正有30000隻海鮮俾你睇到，俾你揀啊！咁環境咧都 OK 喎，尤其是播住一啲西洋嘅樂曲咧。咁嗱，在座所見咧，喺度食嘢大多數都係本地嘅泰國人，即係話呢度食一餐基本上價錢都唔會太過貴。嗱，只要而家身處嘅地方咧，就喺8和9區之中啊，一個大倉裏邊咧就分為呢個第8區同埋第9區呢一度咧，主要啊係賣一啲較為高級同品味嘅時裝同埋產品嘅。喺第8區呢一度咧，我最喜歡嘅呢間鋪頭，呢一間係一間另類寵物店。另類寵物店裏邊咧，見唔到活生生嘅寵物，但反而又見到一啲幾趣致嘅寵物，例如好似呢啲咁嘅雀仔。咁其實咧就係擺鎖匙嘅，然之後噗擺翻落去，咁就包保唔會唔見鎖匙啦。嗱，呢間鋪頭賣嘅主要咧係泰式設計嘅產品，除咗寵物之外，亦有人喎。嗱，呢一個咧人形公仔究竟咩嚟咧？呢一個人形公仔表面上公仔，但係查實係一對筷子，個人用嘅筷子，去到邊用到邊，用法好簡單。首先，卜打開佢，跟住咧變身，噠噠噠，嘿！各位觀眾，一對筷子展現眼前啦！食完飯嘅時候，掹翻出嚟，洗翻乾淨，捅翻落去，咁就一個公仔啦。嗱，呢度咧就係第10區，即係第10個倉。所賣嘅其實咧，主要係咧酒同埋食物，猶如咧一個蘭桂坊咁樣。咁呢度咧係較為高級嘅食肆同埋飲酒夜蒲嘅地方。咁於是乎咧，你嚟呢個夜市，除咗買嘢食嘢之外，仲可以飲下酒啊，睇下啲靚人靚景啊，咁樣一舉就掃得。